因为我没有收你们供养，我也不能让同修出去，也不收啊，所以我自己一个人都自己负担的。我不收你们的钱，让你们学习那个独立的精神啊，不是说师父是比那个 Bill Gates 还要有钱的，没有啦，他比我有钱啊。<笑>不过就是有多少就付多少，这样嘛，嗯，给大家利益哈。 不是说因为师父有太多钱不知道怎么盖的，<笑>不是这样的。OK， 师父是从小这样这么慷慨的，捡我妈妈给我那些装饰哈，要赚哈，那个战争的时候啊，常常妈妈给小孩一捡黄金什么的哈，就是当那个护身的嘛，万一在那个找不到爸爸或者是有什么事就可以暂时活下来的。 过都是给卖出去那个请客的，请朋友的那个同学那些，然后等下妈妈看到不见要再给我，再叫弄一样。不是我那个时候有太多，所以把这些卖出来，等一下再也不是这样子。你们生活是不是更好在跟师傅的以后？是啊。对呀、啊，有没有失去什么？没有。哎呀，有没有得到什么？得到。对呀、啊。<笑> 记得以前师父讲那个故事，有一个人很有爱心嘛，他跟他师父说：“你带我去地狱看看嘛。”啊，然后他师父带他去地狱看，那看到一个小孩在那边被刑罚了，太难过，太痛苦了，他就跟他师父说：“救他嘛！”啊，他师父说：“不要救了，他那个人还没成熟了，一说还没有洗干净嘛。第一就是那种。” 把我们那个坏的那个瓶子都洗掉，跟医生开刀一样，把那个癌症拿出来，看起来是很痛苦。不过以后会好，嗯，那个太坏的人就应该去地狱那边这样子，才能够洗净，然后他的灵魂才能够自由。当然很痛苦啊，不过没有别的办法，他师父就是不能救那个人，不要了，那个人拼命的要救。好，他师父就给他准了，那就带上来。 当他的小孩嘛，以后哇，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的，然后这边搞他的生活跟地狱一样，还有伤害很多人，有人死不能嘛。都告诉你们过了，修行的人真很辛苦，这个世界要修已经很辛苦了，嗯，还有很多那种障碍让我们更辛苦，所以你们能修，我高兴了，嗯。<笑> 继续修了。师傅好，我很喜欢看师傅电视台的做菜的节目。嗯，我在想，是不是师傅请师傅可以把做菜节目做成 DVD， 我可以到我家附近，我现在住在 Boston， 你们也可以把它 download 出来弄啊。
按师父的指示我们修行，我觉得我们大陆挺好，按师父的说，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听师父的话好好修行是最好的。是是啊，是是，真的是这样子那么简单啊？我很高兴了，来见师父很高兴了，不管上帝安排一切。师父，这次我们过来虽然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但是非常在师父的加持下非常顺利，每次都在关键时刻过海关的时候不会说英语，突然就有一个会说英语的那个就是华侨啊之类就来过来帮我们，真的是非常，我们就觉得感觉师父随时在我们身边。是是，如果听话乖乖修行的话什么都会好的，我们真的是随时在我们身边，好神奇哦，我们非常感动。我们正好准备就昨天的时候在飞机场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语言不沟通，我们说该怎么去打公共汽车呢也不知道，正好有一个导游，因为他的客人的那个班机是误了点的，他提前去了，去了以后提前把客人送到机场里面，出来的时候他也是华侨，是香港人，香港华侨，他不管谁了讲中文就好了。我马上就走过去，我说哎呀，我说你好，我说的因为我们语言不通我们该怎么去呢，他说哦太好了，我正好我的司机在门口，我的车在门口，那你们就过来搭我的车好了。他又带我们去转了一圈。我就感觉到师父真真切切无时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保护着我们爱护着我们，起码有六个人指导我们怎么走。哇，六个真真切切，师父是随时随地的保护我们，帮助我们。主要就是有诚信就 OK， 内在外在也会有。我们过海关的时候海关问我们说什么我们都不懂，然后别人就马上给我们解释。OK， 过去的时候就一定有一个什么联络的电话啊？这个反正师父会帮助我们的。对了，不过为什么没有一个保险的呢？我们每次求师父都是有师父来派一个工具来帮助我们。是的。哎呀，你让我好紧张啊！万一他找不到人派来怎么办呢？每次都一样的。哎呀，你们太保险了，比那个保险公司还要安全那个安全感那种。是不是外面保险公司？我没有比你们那么信心高强。万一对那个比较没人的地方没中国人呢怎么办呢？不是每个地方都找一道中国人来帮你们忙啊。恰恰就师傅就安排一个工具过来。我知道了，不过有些时候找不到人呐、比方你去阿拉伯那边那个戈壁沙漠那个地方，我找不到中国人给你们帮忙，要找也很难，怎么那么保险呢？但我们相信师父，相信是对的，不过这边不是天堂啊，要找人呢、不是那么简单。OK， 好，要先保险好，然后真的紧急的没有办法的，就才师父帮忙嘛。OK， 谢谢，好灵哦。这样也好，不过实在一点也不会错吧 ？OK， 师父你好。跟你分享一个好的消息啊，好消息，我喜欢。SOS 那个传单发到哪里哈？有的同修就是打个体验，就看到师傅那个人拿到那个传单的人的灵魂就被师傅给提升了。发到哪里的风水就风调雨顺。是啊，所以我们才要发啊。就感谢师傅，非常不客气，不客气。还有一个好的消息，我想跟师傅汇报一下，就是我开了5-6个师傅宣传师傅那个教理的网页。然后呢，其中有网站点击率20多万，3个月左右就达到了20多万人去点击这个。然后后来也有一个同修呢，因为看了咱们师傅的教以后一心了，所以说师傅的力量是无所不在的。都是谢谢你们，你们是好工具。大陆越来越好了，就那个电视台，那个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都在播放那个素食。劝导人大众素食，这是好消息。哎，真的好消息，真的好消息，这不得了。那个，我是希望那个同学能够上网的，大家都多开一些网站。对呀、啊。宣传师傅的教理，这样他说看到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对嘛？通过这个方式，咱们也可以就是。哎，这个是最快的呢。
推广素食而已啊，哎呀，没做什么犯法的。我看他把好多漂亮师傅的把酱都给传上面去，都是那种闪光的那种发光的那样，他们看的都特别惊讶。后来有个同学就把那个都给那个下载下来又发给我，还推荐我那个是网站，那个网站就是我做的。再传过来给你 啊，让你知道嘛，让你知道有效的，嗯，名字就是我有效，大家一起做嘛哈。这个时代我们有很多那种工具哈，很那个很方便嘛哈，这我们禁用哎，禁用这个网络传比较快耶、yeah ，他们看他们觉得有道理就自己来嘛，因为我们根本也不用去他门口啊。是有的人在那上面就搜到我那个网站，然后就要求让我给他印金，我说我可没有那个本事，你要找我师傅才行。好啊，那就给他报名。报名了就行了。对，太好了，太好了，你看，就这样才好嘛。OK， 想办法做那个帮助别人的事情，然后自己也自然会有功德。那 OK， 嗯，不要每次都顾自己这么多嘛，好不好 ？OK， 啊，我听好消息也开心。我也说了。我们那边呢，就说好的师兄爷、师兄们，就是在那些旅游景点啊，由于资金比较少，就开那个包子铺，卖素包子，然后有的就是那个野菜包子，哎，然后同时呢，就把一些就是那个素食的那个书，一起放，哎，对对对，背面印上，你也可以选择这样的生活，再把那个师傅那个救地球那个。彩色那个夹在书里面、他们来买包子的时候就送给他们、做的也挺好，对，而且那些包子都可受欢迎了。因为就是说大家就是说有什么方法就是因地就地 啊，采取那个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是把这些资料书就全部都，因为旅游景点它是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到那儿去的嘛，是啊，就这样这个方法很直接，而且面还挺广的，是效果也很好、再就是把那些书送到很多的那个素食店，给他们送素食的时候，顺便就把这些书，他们也要，把那些书都饮食与健康，营养与健康，然后里面都放上师傅的那个资料，全部就都送出去了。那些肯定的人哈、就会想办法做肯定的事情，脸就亮亮。大家就是虽然来不了，但是都对师傅信心都很足，都相信上帝，而且他们让我带话就说祝师傅。保重身体 ，Thank you， 哎，谢谢。每个人都会有了，有本能了，就做不同的嘛。啊，你的情况怎么样，你就做怎么样。是，要救别人就等于救自己一样，你越多人得救，你越有福报，因为分享嘛。对。嗯 ，double 啊，的意思增加上去。还有一些是懂电脑的那些师兄师姐啊，就年轻一点，他们都是自己做的博客。上面也是把师傅的这些资料全部都放在上面，点击率也就跟刚刚那师姐说的点击率都可高了，效果也都不错，反响都很好、太好了，太好，继续这样做。 OK， 大家听了哈，听了哈，王璐哈，来这里。师傅，现在就是大陆啊、特别好，尤其是那个素食餐馆这一类的，推广的特别快，很多了啊，很多很多佛教协会啊，他们也是办了一批，就是那个什么关于这个什么素食餐厅的所有人的那个培训工作，所以说这样说，大陆这个素食这方面发展很快很快啊，对对，哎呀，好，我告诉师傅，看地震的时候很多就是没有吃的，就很慌乱，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有一些同修就做了很多包子，素包子宣传给他们吃，他们那些还是非常喜欢吃的，我听说他们有的哪几个都非常喜欢吃这个素食，就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开的有素餐，可以开呀、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开了。好的，我回家去叫我们爸爸，对、争取叫我爸爸妈妈开。其实这样子，如果不懂怎么煮的话，就先煮简单的、包子啊、馒头啊，什么那些油条啊。哎，对，我爸爸妈妈他们做的素食特别好吃，好，那太好，经常他们就。推着小车拿出去跟那些学生，那个地方大学也多，就他们就拿出去跟那些学生吃。对了，这样哦，学生大学是太好了，简单的、那种零嘴的，他们都最爱的，那种好食，小小的小点的，哇，喜欢喜欢，哎，谁都可以做这种。谢谢师父，就是100多个同修向师父问好，祝师父健康美丽。谢谢谢谢。
都没事啊。你看人家灾难一样的一同的一个地方，不过自己出去救人的，同样的一个城市也一样的那个灾难，不过没事还可以出去救人呢。哎，对，我修行的这样要稍微好一点，就他们就那些病人就送来了，嗯，就他们就去宣传这些素食给他们吃的，那时候非常是恐慌的。我觉得同修是非常好，都平静的哈。哎，对对对，他们很勇敢的，对呀，就是去做这些素食，马上积极的行动起来，非常好。哦、好棒，好棒。谢谢他们哈，上帝保佑。感谢师父的爱力，修行的人就会得保佑了。真的要修行才比较好，即使没有那个修行好，师父力量也会保护。就是有时候那个。为那个业障啦太多了，所以最好要修行诚心的啊，自然就有保护心就好比较好。OK， 谢谢师父。师父那个教理很简单嘛，哈、啊，好事要做，坏事不要啊，简单，每天打就，两个半小时而已，四数而已，有什么那么难呢？师父没有要求多啊，两个半小时，即使师父说能尽量做多少做多少嘛，哈、啊。其实没有两个半小时，师傅也没有到你们门口骂起来。做越多自己越好而已，就像赚多钱就会更富有嘛。那很简单啊，每天打坐一些，诗书受无戒讲，难吗？不难。这样简单。Some of the benefits of a vegetarian diet: lowers blood pressure, lowers cholesterol levels.Reduces type 2 diabetes, prevents stroke conditions, reverses atherosclerosis, reduces heart disease risk 50%, reduces heart surgery risk 80%, prevents many forms of cancer, stronger immune system, increases life expectancy up to 15 years, higher IQ, saves 70% of the total cost of $40 trillion for reducing global warming, uses 4.5 times less land to grow food, conserves up to 70% clean water, saves 80% of the cleared Amazonian rainforest from animal grazing. A solution for world hunger.Free up 3.4 billion hectares of land. Free up 760 million tons of grain every year, half the world's grain supply. Consumes one-third fossil fuels of those used for meat production. Reduces pollution from untreated animal waste. Maintains cleaner air. Saves 4.5 tons of emissions per U.S. household per year. Stop 80% of global warming.Plus more. 师傅好。刚好我们看到那个素食博览会开幕，然后我们得到那个消息以后呢，就去租了个摊位，也是师傅加持。一去了以后都租完了，最后留两个摊位，刚好是在那个进口的位置。哦。出去进口的位置留给你们的、哎、刚好是留给我们，所以很顺利。然后同学都非常的积极参入这个事情。然后还有一次呢，那个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也搞了一个素食，卖得非常非常好。这样为什么你们都没有全部弄素食哈？每天都住不赢。搞了几天以后，因为是租的摊位嘛，住在那个门口，那些那个经理都非常支持，卖得非常好。然后很多的同学又准备又搞那个专门来做那素食卖，很便宜的，就按基本的成本卖。懂，那还要赚多一点，不然的话，不然我没钱可以继续。不是说贪心，功劳也要算一点，够用最少。做一些那个传单呐、啊、和那个。环保袋一起送出去。懂，我懂，不过也不要太便宜，也要照顾自己哈。爱心免费要杀自己的 ，OK？ 也要有一点才能够保存生活，照顾小孩子，然后继续做下去 ，OK？ 有时候不是说你们自己用那个利息而已啊，要印传单什么都是要付钱的、啊，比方说这样哈。
哎呀，便宜因为要给他们买比较多，不过不要那么便宜到自己亏本哦。OK， 也不要这成本这样子，那何必做呢？然后你吃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大家都是同修，自己自愿来做的，有四十几个同修都一起来做。对呀、啊，赚一点钱不会伤害了。OK， 一点嘛。OK， 因为有时候那个锅子破掉啊。要买新的啊，要钱啊！啊，有时候那个什么啊，鞋子坏掉啊，走来走去卖太多也坏掉，这个也要算一点在里面啊。车子油费什么也要的，不是说贪心啊，做生意是一定要收一点利息的，这个合法的 ，OK， 合法也合道理的 ，OK。当然，你们如果有太多钱不知道怎么办的话，那我不会指使了啊。Yeah, 我告诉你了 ，OK。哎，师傅还有。Very good， 乖乖的，是不是？最乖的，最好的，啊，同胞的被难，马上就送钱送力啊，出去那个帮忙，什么都不要的呢，无条件的哈、啊，哪有这么好公民呢？是不是？呀、yeah? ，也不偷啊，也不杀，这样哪个政府都应该需要这种公民就对了，应该保护这种公民，我觉得啊。你们是最好的国家公民的，嗯，国宝的。是啊，如果我是你们政府，我每个都给一个奖牌，这奖牌在这啊，颁奖的哈、啊，一个一个同学都要颁奖，这么好的公民是吗？哎呀，不暴力，不偷，不说谎哈，夫妻静静的哈、啊，不打麻飞什么的，不醉酒什么的哈，不赌博，不吸烟，不喝酒，哇，哪一个政府不要这种公民？真的是最好公民是你们同修的啊，又安静修行，乖乖的哈，遵守法律，嗯，来看师傅几天就回去了嘛，啊，没做什么，太好了，是不是？谢谢哈，谢谢，好消息，我听得好高兴，要肯定一点嘛 ，OK， 来，嗯。师父，嗯，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说还会有更多的好消息啊！当然，上海呢也在开一家餐厅，啊，这个餐厅呢开了将近三周的时间，它的位置是在大学和大学之间，都是年轻人，嗯、那么才开业，他们就蜂拥而上、嗯。那么很多学生呢，我们就问说：“你们喜欢这里的这个食物吗？”他们说超级喜欢，就这样子。你看，好可怜哈！是是，他们年轻都没地方去吃啊，就乱吃，没有空嘛，没有空研究，没有空煮啊，所以这样子。如果你们开了以后，他们也知道哇、哦，原来素食这么好吃，又可以简单煮的，教他们煮一些，给他们一些食谱回去自己试看看等等哈、哦，鼓励他们，年轻的人很会懂事。他们很懂，而且很有爱心，很有高的理想，就帮助世界，他们就懂了，马上就多讲一些道理给他们听，为什么我们要素食嘛，不一定要跟着师父走，不是，我就不是这个意思了，能够素食就我高兴了，素食做好事嘛，很简单，这两样而已，素食做好事就可以救世界了，好人不能做好事，那素食就行了。越来越简单哈、啊，本来啊吃素啊啊环保啊做好事，结果哎呀，环保困难不会做好了，算了不要，啊做好事没空好了 ，OK 吃素了，越来越便宜了，这个吃素而已，不能的话就不行了啦，哈、啊，我们要跟他们说，即使习惯吃肉也要牺牲，为了成就那个地球嘛，救别人的生命啊，救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牺牲的哈。跟他们讲那高雅的理想，小孩都很有那种英雄心啊，他会听得懂，他会做得到的。那年轻他们还比较有那种勇敢的勇气，还可以改。OK， 好，大学那些方便都可以开餐厅最好的，如果不能开，就那种小小的那个小屋嘛，啊。不是那种撤退也不管他了，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了，有钱就弄大的餐厅，没有钱就小的那种 take away 那种煮然后带回家吃那种简单的，
哎，更没钱的话就退车了，那个牛车也可以了，爱给牛当福报。哎，带一点车嘛，出去卖，我会带回来剩下的包子给他吃，叔叔的包子。我意思说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每个人都有那种能力的，你看你情况能做什么，帮助世界你就做什么 ，OK？ 嗯，师傅 ，Yeah， 上海的餐厅是这样做的，就像您说的，就是说因为年轻人他没有很多钱去吃东西，所以说价格就特别便宜， yeah. 然后呢做的口味特别好，oh. 啊，装修又特别温馨浪漫，oh. 浪漫他们喜欢，对，温馨浪漫，所以刚开业的时候都是女同学去，还有情侣去，嗯，那就是说我们觉得哦，整个的装修哈，就风格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真的是。将来其他的城市也开这个餐厅的话，我们要把那个要做得很时尚的这样一个餐厅，这样会很吸引那些年轻人。对对，这样的话呢，会让他们觉得素食是非常时尚的、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是是啊，是非常潮流的事情。人来，对对对，潮流呀呀。啊，然后我们的这个爱家餐厅，他们的菜肴做的摆放的非常漂亮啊，就很浪漫，很一整套的这种感觉。太好了，太好了。啊，就像师傅说的，我们是很浪漫、很高雅的事情，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而且又个钱就不高。是是是，很便宜。师傅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两件很神奇的小事情都发生在这个餐厅里边。你也说，一个是就是说有一位就是开业以后有一位同学男孩子，他是叫佛教徒，就是属于在就是居士了，嗯，在家的居士。嗯，那么他就到餐厅里边跟经理谈，说我包月。我在这里吃饭包月，就是每个月天天都来吃，然后呢他说你要收我多少钱，那餐厅的经理觉得他是学生没有那么多钱，说300块人民币，300块，哇，就很便宜，很便宜，对，天天可以来吃的，对，餐厅的经理说只要你吃素，你只要天天来吃素的话，我们就是亏本我们都愿意支持你吃素，就这样做。然后这个小孩天天会去吃午餐和晚餐。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女孩子，她的外公是阿訇，就是伊斯兰教的教主这个意思。伊斯兰。那么有一天我们在餐厅看到她以后，问她说菜肴怎么样？她说超级好吃。嗯，啊，我没想到，因为大学离这个餐厅要走还要有一段路程，可是她天天还要走来吃。嗯，她说特别好吃。嗯，那我们就。了解到他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后代嘛，那他的理想是将来要去书写伊斯兰的历史。懂懂，那么大家都这样。嗯，那我们讲他们了，伊斯兰的人。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他说，我们伊斯兰教人是吃牛羊肉的，但是我们把这个小册子里边。那个环保小册子里边，写的穆罕默德这个圣人所说的这个。不能杀生的这些有哦，在那个健康环保小册子里面会有各个名人啊圣贤写的那些素食名言都有的，对对。然后给他看以后，他说哦，两种可能，一个是我要回去再研究研究这些历史，一个可能就是说，伊斯兰教要改变你们的想法。如果我们错了的话，我要重新书写伊斯兰教的历史。所以餐厅真是充满加持力啊！你们有爱心才这样，也有呀。非常感谢师父，不客气，时时刻刻都充满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要有诚心，要救人，就会有效了。OK， 谢谢，要无我贡献哈，就什么都一样。餐厅更应该这样子。所以人家才那么喜欢哈，不是饭而已，饭哪里都可以找到呢。而且人家已经吃肉整个辈子，怎么来那边就吃素，一次就说超越好吃呢？哎，一定有爱心在里面，也有哈，加实力都有，不是说饭菜而已。哎，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诚心就我高兴了。师傅，我们现在就是有集合10几个师姐哈，因为没钱开餐厅，所以我们在师姐家楼下比较宽大，就在那边做40块的便当，然后每天送200多个出去给上班族的人吃，都是吃荤的人在吃。好，便当太好了，你看40块而已，太好了，他们就贪图便宜就买40块便当，然后有6-7道菜。
不是摊子，谁都喜欢，又便宜嘛，而且又好吃，不是便宜。这样做很成功。好了，太好了。每天都200多个便当，都是固定的人在吃。哇！那么我们现在有扩展到每个师姐，他们看到这样不错，就继续开。啊，是是 ，bravo！ 哎，谢谢师傅。看了，好聪明。谢谢哦。我们十几个都是做义工，没有领薪水，所以每个月便当40块，虽然很便宜，嗯，那个节省下来的钱也好几万，可以从事任何的工作。哦，这样子这么便宜，还可以有钱，还可以省钱。本来是卖39块，但客人说找1块钱麻烦，所以就给40块。好了好了，懂，太好了。然后还是有剩钱 okay, 除了菜钱扣掉，还有开支。Okay. 全部每个月还有剩将近10万块、oh, 好方便好太好了太好了你看啊，你看其实我们买便宜不过买多的话也会有好量如果买很贵不过小小也不会赚到的、啊、太好了谢谢大家哈、啊、这个也是一种供养的意思说贡献心就跟那个做善事一样不用出去救济哈不是就这个样子那把功劳拿出来那个供养别人啊这个也是一种功德的。不一定就去救人那个难民才是算救人 ,OK, 这个哇这个很厉害。好聪明好聪明。是哪一个人在这边做的只有你一个人在这边他们都不在。只有我先来下面还有一个因为十几个人每天都还在运作。因为我们不能同时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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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来来给你一个特别的课啊这是特别的啊谢谢嘿、哎、把这个当纪念就没什么了就是提醒大家哦 OK 我们要做好事就对了 OK没多少钱了就我没有别的了 OK 行了啊好这个觉得真的好的一件哦这个不用做什么不用开餐厅也不用很麻烦装潢什么东西不过你怎么能够借到那些人拿你们的那个便当呢有广告吗、有我们拿了宣传单就是很多同学如果在这家公司上班对我就说然后他就说我们这里有十几个要吃便当素的你帮我们送过来、OK 都是有一家公司里的有出现一个同学帮忙哦这小一起工作对对、越来越多的对对对越来越多不是这样扩展的比较快又省钱、又可以赚钱是再拍手一下我是最喜欢这种人那你这个也很好不是这种有时候那种小的意见哈小的组织反而最好的也不用组织什么根本也不怕亏本如果不能做就停了很简单不用那个什么亏什么本也不用很多大那个本钱哈、太好了不用桌子椅子所以可以卖更便宜嘛嗯、然后你刚好去工作就上班的时候多带几个便当过去就行了不是我们送过去嘛啊用把手是简单的方式送的、哎、辛苦一点当然不过做得到太好了哦总开始这样哦这个是最好太好的意见了大家都可以这样做啊大家都这样做就好哎大家就这样做就好了嘛哎公司我是学校啊等等银行尤其什么尤其哎呀银行哈、啊、嗯所有的公司啊然后 bus 公司什么的啊都可以都可以放的这样子就夸很快啊好像有师姐在参与了每一个定点每一个定点有的200多个有的快要接近300就越来越多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本来就十几个在公司试的后来他看哦那么便宜又好吃那我也要多一份这样子然后越来越多了哦太好了我喜欢我喜欢哦这个太好了这个不用夸什么地方不用的地址不用任何的那个钱你看这才花3万块买那些身材继续才3万块一个月就赚回来哦哦这么简单
要这么便宜就可以马上赚回来了。哦，太好了，哪一个人头脑这么厉害？啊、哦，想到这种办法是太好了。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种办法，结果忘记而已。我记得哦，在越南，嗯，我们都有这种了，家庭主妇的哈。他就弄那个面单给那个每一家多少家啊，你要的话你跟他订，他弄了那种越南是整个饭就整个菜就对，比方说他买那种好几层那个饭盒，一层一层这样的，那这个层是饭，那个层是菜，那个层是豆腐乳，那个层是酱油，这样比方说这样啊，哦，就整套这样带给人家的，嗯，从家里带的，然后口传口啊，大家都这样子，越来越多人，而且他们也不能做太多，一个家庭主妇嘛，就每天那个十几个、二十几个，他就够赚钱给自己用了，根本不用出去上班呐、啊，而且可以照顾小孩，就方便工作的，小孩也可以帮忙方便当的，啊，就是啊，家庭这样赚钱呢，对人家也很方便，所以他们很喜欢吃，嗯、啊，那又便宜嘛。也很合理了，在越南也许没那个像你们那么打折那么便宜，不过还是算便宜，因为不是用付清，不过也没关系，人家能够做这样也是很好啊。多数目前那个爱家的开的哈，所有国家都是很疯烈就对了，每天那个200-300人左右都不会少的，这样他们觉得够用了啊，很高兴很高兴就对了。以前有一些人从来没试宿过，也跑来吃，然后就喜欢了，就黏在那边天天来吃，这样子就是帮助人帮助地球嘛，哈，不是要是当什么大佛什么宣传出来什么供受供养什么的啊，当佛是很苦啊，没什么那么要了哈，没什么那么想，没什么那个很舒服了，别在那边做梦哈。师父好。好、oh. ，那个就是我有我只要六日有空都会去那个爱家帮忙啊。啊、oh. ，然后刚开始开幕的时候，大家都很担心，因为我们没有说我们是素食餐厅，懂？因为我们最招牌是叫纽约牌饭，然后客户进来就说什么是纽约牌？纽约牌是猪排还是牛排？然后师兄师姐就傻眼，哎，要怎么回答？他们说就开始讲我们是一家环保素食餐厅，所以我们的牌都是大豆蛋白所提炼的。嗯、那他们刚开始听的时候想说好吧，那试看看、嗯、那像那个爱家都有播放师傅的 SMTV 嘛、嗯嗯、那有一些客人进来就一直问说哎，这 SMTV 是什么，是播放什么、嗯、那师兄师姐就很有耐心跟他讲说这是播放什么什么、嗯、那发现后来因为附近的客群都是学生或者是上班族、嗯、像有些学生他们就后来问到说哎，原来我们有修观音法门、嗯、那他们也会等待要印心、嗯、有时候呢有时候会到餐厅来说他们就没有消费就说路过，然后说他们要装水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奇怪为什么你们的柠檬水这么好喝就会陆续回来装，然后发现师傅的爱家餐厅会让一些人开始改变他的饮食习惯，因为他是有加葱跟蒜嘛，那一开始吃荤的人进来他不会以为说他吃到素的，就后来才发现说什么 我吃的纽约牌不是猪牌也不是牛牌哦对，然后发现说这样子还蛮有成效的，跟师傅分享，谢谢。OK， 谢谢，太好了啊，越来越好，哎，啊，以后整个世界都是素食餐厅的，嗯。因为人家要有选择嘛，他们不知道，然后不晓得怎么办呢？要素食也不知道怎么煮啊，不习惯嘛，啊。认为不可能的，不过已经有那个可能，试看看，哇，太好了，就很简单嘛，我们只要贡献的 ，OK， 嗯，太好了 ，OK， 行了。Vegetarianism in religion, the Baha'i faith.Regarding the eating of animal flesh and abstinence therefrom, know thou of a certainty that, in the beginning of creation, God determined the food of every living being, and to eat contrary to that determination is not approved. Selections from the Baha'i Writings of Some Aspects of Health and Healing. Buddhism. All meats eaten by living beings are of their own relatives. Lankavatara Sutra. Also, after the birth of the baby,
care must be exercised not to kill any animal in order to feed the mother with meaty delicacies, and not to assemble many relatives to drink liquor or to eat meat, because at the difficult time of birth, there are innumerable evil demons, monsters, and goblins who want to consume the smelly blood. By ignorantly and adversely resorting to the killing of animals for consumption, they bring down curses upon themselves, which are detrimental to both the mother and the baby. Kasithigarbha Sutra. Be careful during the days immediately after someone's death, not killing or destroying, or creating evil karma by worshipping or offering sacrifice to demons and deities, because such killing and slaughtering committed, or such worship performed, or such sacrifice offered, would not have even an iota of force to benefit the dead, but would entwine even more sinful karma into previous karma, making it even deeper and more serious. Thus, delay his rebirth to a good state. Karma means retribution. Kasithigarbha Sutra. Gaudai,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stop killing, because animals also have souls and understand like humans. If we kill and eat them, then we owe them a blood debt. Teachings of the saints. Christianity, meats for the belly and the belly for meats, but God shall destroy both it and them. Holy Bible. And while the flesh was yet between their teeth, ere it was chewed, the wrath of the Lord was kindled against the people, and the Lord smote the people with a very great plague. Holy Bible. Confucianism. All men have a mind which cannot bear to see the sufferings of others. The superior man, having seen the animals alive, cannot bear to see them die. Having heard their dying cries, he cannot bear to eat their flesh. Mencius. Essenes. I am come to end the sacrifices and feasts of blood, and if ye cease not offering and eating of flesh and blood, the wrath of God shall not cease from you. Gospel of the Holy Twelve. Hinduism. Since you cannot bring killed animals back to life,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killing them. Therefore, you are going to hell. There is no way for your deliverance. Adilila. He who desires to augment his own flesh by eating the flesh of other creatures lives in misery in whatever species he may take his birth. Mahabharata Anu. Islam. Allah will not give mercy to anyone except those who give mercy to other creatures. Hadith. Do not allow your stomachs to become graveyards of animals. Hadith. Jainism. A true monk should not accept such food and drink as has been specially prepared for him involving the slaughter of living beings. Sutrakatanga. Judaism. And whatsoever man there be of the house of Israel, or of the strangers that sojourn among you, that eateth any manner of blood, I will even set my face against that soul that eateth blood, and will cut him off from among his people. Holy Bible. Blood meaning flesh. Sikhism. Those mortals who consume marijuana, flesh, and wine, no matter what pilgrimages, fasts, and rituals they follow, they will all go to hell. Guru Granth Sahib. Taoism. Do not go into the mountain to catch birds and nets, nor to the water to poison fishes and minnows. Do not butcher the ox that plows your field. Tract of the Quiet Way. Tibetan Buddhism. The offering to the deities of meat obtained by killing animate beings is like offering a mother the flesh of her own child, and this is a grievous failure, the supreme path of discipleship. Zoroastrianism. Those plants I, Ahura Mazda, or God, rain down upon the earth to bring food to the faithful and fodder to the beneficent cow. Avesta. Everybody knows that vegetarian diet is good for health and to save the planet. They will be awakening their own great, compassionate, loving self-nature, and then their level of consciousness will rise up automatically, and they will understand more than they ever did, and they'll be closer to heaven than what they are right now.我高兴你们修行得好，偶尔有空再来看师父，OK。然后回去要牺牲贡献，OK。我们修行未来要得到那种智慧和勇气嘛，和爱心嘛。得到了以后不是放口袋呢，得到之后。
教化出来的哈，啊，就像我们赚钱为了什么？为了拿出来用啊，不是赚完就放这里呢，啊，啊，同样赚福报也是这样子，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已经快乐了，就要分享给别人嘛，啊，嗯 ，OK，Thank you 啊，嗯。嗯，可以。这里来看师傅哈。师傅再见，师傅再见。你要见，你要见。我对你很骄傲的 ，OK。你要让师傅骄傲 ，OK。好。让师傅骄傲 ，OK。这个不是要结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时候？给。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奉献。没有了，他不会那边。奉献。奉献。奉献的时候哎。知道。对呀。谢谢。师傅多保重。小孩长大了还是要妈妈喂的，都太难看了。OK，Thank you。谢谢。谢谢。我们是同一体的了，即使你们还不知道的话，也有感觉得到啊，同一体的 ，OK。所以我们做什么就同样一个理想就好了，爱就是这样 ，OK。爱不是连在一起，爱是做一样的东西啊，一样的理想越来越高扬嘛 ，OK。Yeah， 让我骄傲一下哈。Now is the time to offer, yeah, to other people. You know, like you go out and give them the flyer, yeah, and you open restaurant or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know, you know that sister, huh? She does not even have a restaurant or anything. Yes. Yeah, that's a very good idea. That you can do anywhere. Very good idea. We start small. Yes, yes, yes. If that's convenient for you, you do it.If not, you do like the sister, you know, it depends, I don't know, the law, different country, you know? Yes. Yeah, for them it's very convenient. Just do it at home, yes. Together, you know, and still have some money. Yes. Very cheap already, cheap, and still have money. Yes. Wonderful. Yeah. Oh, I like it very much. Okay, you guys make me proud, okay? Yeah. Yeah. Love, love. Together, okay? Yeah. Yeah.Yeah. We are not separated. Never. Just your body think like that. Yeah? Look here in this room. The air, do they feel separated because of television there? And no, they don't feel. Same. We are not the body, yeah? We are finer than air. Yeah, we are the light. And being the light, we're always together. You see what I mean? Even you don't see it, you must believe it.Okay? Love you! Love you! European Parliament supports reducing meat to lower greenhouse gases. Call vote. Vote is now open. Reduce your meat consumption or stop eating meat totally.During discussions on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goals, the Climate Committe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fficially recognized livestock's contribution to global warming and recommended a reduction of subsidies to the livestock industry to curb methane.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adopted its own position on climate change as an institution and as a vice president. One of the proposals I've made is in line with your own, which is that we should eat far less mea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jor sources of greenhouse gases.Please eat less meat and let's make taxes on meat. That's definitely one of the issues we're talking about. I'd like to tell people what the cost is of eating meat for the environment worldwide. My name
name is Jens Holm. I'm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Please, be veg, go green to save the planet.跟他说嘛，你很漂亮的。OK， they say you beautiful， yeah， you beautiful girl， that's why， 嗯，yeah， 打招呼的，打招呼的。Hi, how are you? You have dog at home？ I live by myself. Okay. And I take care of him. Okay, okay, okay. No, because he smells you. I thought maybe. You give her this. Yeah. You must give it to you, lady. You want it, lady? No. There, you have a friend now. You want to clean your hand? It's here. It's okay. Yeah. Come here, lady. You done? You want some more cookies? Come here, honey. Lady, Aki. She likes you. I don't know why. That's why I asked you if you have dog. I'm alone, maybe. Yes, you feel you need some companion or something. Here. Oh, so friendly, friendly. She's a tough girl, you know? Here. Well, get her. Different people now. Yeah. So she's more used to it, human. Yeah, my friend. She's very, very devoted. Very devoted. I never know such a devoted dog. She's so good to me. Nabi ayo ah, yao to hua gei ni zai na yi ge gei ta. Bu guo bu neng hen duo ha. Na ling wai yi ge ren gei ta. Okay. Ai. Da jia xue xue bian na, jiu shi dao duo duo xi guan de na bian. Yeah. 他一次吵的要来这边了。OK， 行了 ，Lady。有感动吗？他也不能吃太多，懂吗？哎，这糖了不好。他很爱吃啊。Enough, enough, baby. She ate already. This is just a little friendship.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You're very lucky. Yeah, she's a good girl.Yeah, she knows it, and she loves me to bit. Can you clean up her eyes? The left eye that has been damaged, it's been torn, you know? And the doctor says, better leave it as is. Clean the eyes, left eye. 眼睛擦一下，跟擦自己眼睛一样嘛。那个左面，慢来，很轻轻的。You okay, lady?Can we begin now, lady? Yeah? I don't want to go away. Oh, she loves you guys. That's a good girl. That's a good girl. She's very clean. We clean her every day, all day, 4 or 5 times, whenever she come in the house, and go out and come in, clean a lot, you know? First, wash with warm water, because muddy paw, and then clean with the vinegar solution water, and then clean again with the damp cloth, and then dry with a dry cloth. Very clean. Smell nice, yes. All of them. Yes, beautiful. Oh, she loves it. I don't know why she loves you. She come there and don't go.对，所以要擦一下。另外，是左面，因为眼睛坏了。好久以前了，不知道什么年了，好可怜啊。
Okay, lady. Okay, okay, stay there. Enjoy shopping. Good girl. Say here, good girl. Smart girl. Understand English. You see, girl, wow, very good. Wonderful girl. Yes, you are. You're pretty, princess. Very clean. Very, very good girl. She's very good. You know, even all the dogs jumping around, barking loud, she just sit like that. If she's in front of me, you know, and wait for me to come to her and don't make trouble. 吃很多了，他吃多少都不高的了，很爱吃甜的，爱吃甜。怎么一站在那里也不走呢？嗯，想帮助人哈，帮助那个 lonely 那个 want to be lonely person. No, no, I won't part with her. Cannot. Yeah, she loves me so much, she wouldn't want to go anywhere. I asked each of them, you know, said my house is too crowded, you know. And I thought maybe it's better if I even sacrifice my feeling and give you to some other disciple, you know, so you can be alone dog, you know. He'll be spoiled and loved all day just alone. Wouldn't you like it? None of them like to go. Very, very loyal. Very loyal. Oh, she likes you. I don't know. I think she sends you need a little love. Yeah. Yeah, she loved that. She was yawning, huh? Mm. Very sympathetic. Beautiful girl, so quiet. Huh? Can you imagine all the nine dogs jumps around her and barking and wanting my attention? You know? She just sits like this, smiling and waiting, you know? And then I always have to come to her and hug her because she looks so good girl, you know? It's like a human, look around, look everybody. Which one? The yesterday? Yeah. Oh, they are all like human. Yes, yes. They're all like human. You okay there, lady? You love it? Yeah? I told you,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Tell you everybody loves Thank you. You very much. You're beautiful, yeah. She's very beautiful. Mm. Oh, she just stand by you. Yeah. But you're not going with her, never mind. So quiet, you see? So quiet. And she love you quietly. 昨天讲那个故事记得吗? 记得。嗯? 记得怎么样? 冒作不过狗受罚的哈。 我们世界都是这样嘛, 哈, okay. 世界有时候觉得蛮愿望的哈，我们有时候没做什么，都被那个怪，哈，都被作怪，哈，因为这个魔王嘛，他就是喜欢这样嘛，哈，那个魔王他喜欢我们被混淆这样，哈，我们的人哈都是跟那个弓箭手那个一样哈，我们根本没做什么，我们根本没做什么，嗯。 就是被那个魔王骗嘛，有没有？哈，我们生下来根本很干干净净的哈，然后生着长大就要出去，啊，就去上水。上水的话，要有很多优化，就水上那里哈，连人家就上水而已，那么无故而已，就等一下又有人来卖烟啊、卖酒啊、卖毒品那些哈。 这样子就随便诱惑人，本来还要贡献那个免费呢，啊，他们一进来说，哎呀，你试看看呢，啊，猫就我身上，根本不用付钱的，试看看有什么关系啊，啊，那个气焰啊、酒啊，还有毒品啊，一试看看就上瘾了嘛，是不是？今天试看看，明天试看看，都免费的，小孩子都不懂事，然后这样就诱惑人家，然后就上瘾了。 啊，上瘾等一下，如果没钱了、啊、怎么办呢、啊？还要去做坏事，啊，去偷，比方说这样，来偷，因为上瘾嘛，没办法忍耐啊，就跟肚子饿一样，比肚子饿还要坏的，嗯，肚子饿我们可以忍耐下去，如果那些毒品哈、啊，哦，它的那个刑罚，我们那个身体啊，听说是很痛苦，很痛苦的，没有毒品的时候好像。
沉浸到梦幻一样，身体就被那个哇酸痛什么的，那种渴望了哈，真的不可思议的。所以那些卖毒品的人根本他们不知道多伤害人了，还有身体伤害，然后精神也伤害，脑袋也被崩坏，然后家庭也有困难，然后又去做坏事啊，然后什么坏事都肯做的，因为被逼嘛啊。以后他就来就说 OK， 你现在去杀那个人，我就给你免费的毒品可以过日子，那然后被逼就来就做了，一做下去就没办法停了。一停他都说你一停我就去告你啊，我就说你上一次啊有杀那个人，我证据还在手上，你如果没有继续听我，我会去告你，我会去警察报告，比方说这样，然后就一天到晚被那个强迫这样下去了哈，然后就是这样完蛋，整个杯子就 坏掉了啊。所以本来那个小孩啊，比方说小孩去上水就很无辜的，就是想上水而已，没有想做什么东西，根本不知道毒品是什么，不知道烟是什么，不知道酒是什么，后来就被这样子诱惑下去了。所以其实哈，法律哈就罚那个杀人的小孩哈，不是凶手啊，不一定是公平的，不一定是公正的，嘿。就跟那个我们昨天那个故事一样啊，那个弓箭手根本没有做任何，然后被抓出来挖眼睛。我们听这个故事好像比较不可能的那种故事，不过我们看看社会差不多吧，哈，差不多差不多哈。如果一个人被破坏他那个当来哈，破坏他的能力可以独立，可以生活，可以当一个有人格的人，就等于你把他眼睛挖出来而已，差不多嘛，是不是？有时候还比那个还要糟糕，是不是？你挖那个眼睛，还有另外一个还可以活下去，还可以生活，还可以有一个正当的工作啊，人格的，是不是？不过你破坏人家的精神啊、头脑啊，还有那个尊严啊，然后仁者啊，还有什么破坏人家？到叫人家去杀人啊，去偷啊，去抢啊，为了毒品嘛，那这样子不是比那个挖眼睛还要痛苦吗？啊，而且整个妹子就被控制在那里，挖一个眼睛 ，OK 很痛苦，不过你可以等一下他就好了啊，还有一个眼睛你可以继续工作。整个妹子被那个毒品或是被生活这样控制下去的话，真的死的不如。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哈，昨天那个故事不是说过奖的呢，哈，不是说不可能发生的，比那个还要糟糕，还可以发生在我们社会上的。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有一些人上瘾，饮酒嘛，上瘾了哈，喝酒然后上瘾，就什么坏都做，没有酒的时候，啊，小孩啊，太太也打了，要拿钱，有一些上瘾毒品哈，什么话也要做的，不做的话，那个身体就被那个处罚太厉害了，受不了嘛，身体啊，精神啊。我看电视什么那些被那个毒品那个伤害的，哇，真的不能死也不能活的，这太痛苦太痛苦了哈。所以我们本来啊，我们那个圣人就说。人心本善，心本善，心本善为什么能够这样子那么变成一个残暴的人呢？啊，是魔网骗的嘛？啊，他给很多诱惑的，很多很多诱惑，给你没办法站稳了。从小孩去上水已经被人家在那边等了。啊，烟啊，酒啊，毒品就在旁边等啊，嘀嘀咕咕等，那些无辜的小孩子不懂事的。所以你们有小孩啊，要先跟他们讲清楚话，绝对不能跟那些外面的人讲话，还有给什么都不能拿的就对了。我们受五戒也是蛮不错，叫小孩先受五戒了，什么不是你的你不能拿的，给也不拿，这样就对了，除了父母以外啊。不然呢就去被人诱惑，小孩嘛好奇啊，
然后为他们那个讲那些甜话，诱惑小孩，诱惑小孩上瘾了以后，就在他们手上了，他们控制了，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连父母他不会听的。那上瘾的时候，父母讲什么也不听的，而且又影响起来啊，骗父母都有，偷钱在家里等等，所以小孩要照顾好哈，他们真的会听啊，你们要讲。不是说哦，我们小孩讲太多他会生气我，不会啦，不会，你讲的有道理，他知道你有关照，他也很高兴啊，小孩觉得你也关心他。 Some of the tragic tolls of addictive drug abuse. Over 200,000 deaths each year. Costs of $181 billion each year in the United States. $33 billion in the UK.Lifetime cost of current drug addiction amounts to $575 billion in the UK. Harmful effects, brain damage, stroke, heart disease, liver disease, tuberculosis, emphysema, cancer, depression, suicide, permanent memory loss, mental illness, higher infant mortality, increased crime and violence, impotence. Crime and violence.Illegal drugs are a factor in 50% of burglar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each year. In the U.S., 60% of people arrested each year have been taking illegal drugs. 650 heroin addicts in the U.S. committed 70,000 crimes in a three-month period. Social costs. U.S. businesses lose $100 billion per year due to employees' drug and alcohol abuse.Australians pay $53 billion per year for healthcare, law enforcement, and lost productivity of drug users. Environmental costs. Every gram of cocaine produced destroys 4.4 square meters of rainforest, with 300,000 hectares of rainforest lost each year to cocaine production. Death. 52 people die each day due to drugs in the U.S.In Canada, substance abuse is attributed to 21% of total deaths and 23% of potential life years lost due to early mortalities. Plus more. For more urgent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killers. For help quitting, please visit...Some of the tragic tolls of alcohol. 2.3 million alcohol-related deaths per year worldwide. Cost of alcohol-related illnesses. $186.4 bi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Up to $210 to $665 billion globally. Disease. Higher amounts of alcohol increase the cancer risk.Even half a glass of wine daily increases the risk of mouth or throat cancer by 168%. Cancer of the liver, breast, colon, esophagus, rectum. Liver diseas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Metal toxicity. Brain damage. Amnesia and dementia. Brain shrinkage. Organ failure. Heart, liver, kidneys, stomach.Pancreas, eyes. Birth defects. Children afflicted by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ntal retardation, fetal alcohol syndrome, stunted growth, facial deformity, 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miscarriage. Alcohol-related violence. Child abuse, 50% of cases. Violence toward loved ones, 30% of cases. Violent acts.40% to 80% of cases. Suicides, 20% to 50% of cases. Plus more. For more urgent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killers. For help quitting, please visit. Some of the tragic tolls of tobacco.5.4 million smoking-related deaths per year worldwide. Cost of smoking-related illnesses, $96 bi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Depression.
light and mild cigarettes, just as harmful, causes cancer and diseases in animal companions, speeds the aging process, toxic residues of third-hand smoke, heart disease, coronary thrombosis, cerebral thrombosis, kidney failure. Cancer, mouth, liver, breast, and colorectal cancer, lung cancer, esophagus cancer, kidneys cancer, bladder cancer,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mphysema, bronchitis. Stroke, impotence, additional harms for secondhand smoking, childhood arteriosclerosis, leading to heart attacks and strokes in adulthood. 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infertility, miscarriages and premature deliveries, childhood asthma, bronchitis, ear infection, cleft lip or palate, hyperactivity and aggression in asthmatic boys, circulatory problems in women, plus more. For more urgent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killers. For help quitting, please visit反而不讲的认为你不在意的意思说你不管他了你不爱他不疼他所以他就随便做然后外面的人讲甜话嘛那引他到比较坏的方向去所以在家里要管教好不管怎么忙也是那种基本的要讲好毒品绝对不行酒不能喝烟不能试看看 外面的人在那个学校的门口那些讲什么给什么免费东西都不能拿的那些就是赌的在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外人给你免费的东西所以小孩要管教好小孩要管教好不要等一下太晚了才怪他们他们不是能得怪的了他们小孩不懂事嘛然后因为从小这样子被诱惑然后长大就变坏了就变成世界坏人 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对小孩也是很好最小他们看父母好的榜样父母不喝酒不吸烟不赌博不毒品这样小孩长大在这个家庭里面觉得比较难被诱惑也许也还会了不过比较难没有像那个没有管教的没有道德的家庭那么容易被诱惑不过你们还是要管教一下偶尔又提醒他们那个外面的人卖什么都不能买的给免费也不能试看看的你跟他们讲说毒品一上瘾下去的话就改不了的没法改的这是很痛苦很痛苦的身体会被崩坏头脑会小孩要管好他们很可怜的他们世界出去外面吃单独的嘛 家里是有父母有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管在学校外面就是单独的只有那个老师他们教那个教育方面而已啦历史啊诗文啊那些而已然后那些买卖赌博那些他们都隐隐藏藏在那个比较黑暗的角落那边等那个抓一两个单独的那个比较无故无罪的 不懂事的小孩所以你们要保护他们讲清楚不去那些没人的地方不跑到那种黑暗的角落那边停下来外人来要跟你讲话绝对不能留在那边谈就对了他给你东西不能拿有时候不是给毒品给你下一下迷药然后把小孩带走了解了知道情况很多所以要跟小孩先讲清楚 不是等到发生的时候当然不会那么发生也许不会发生不过要跟他讲清楚情况会也许会这样子所以看到可疑的人就要跑开你是要叫人要叫大声然后跑开我们的人也是这样子啦不是说小孩而已剩下来这个世界就跟小孩上这个学校一样也是孤孤单单一个人然后好多那种 恶毒的那种气氛冤家债主都在那边等着我们要麻烦
好，不要再讲那些啊，现在讲这个病性的一个故事哈。有一个人哈，叫那个Dina 啊，他学习很多宗教的那个知识，然后他就觉得哦，现在我要出去找的那些神秘的那个名士，人家都认为他们神秘嘛，名士啊就比较神秘啊，我要去找那个隐士那种哈，隐秀的那种名士才行。不过他也了解啊，最隐秘的名士就是在我们那边，他了解这样，就是他还没找到，所以他想出去找找。他没有很多钱啊，大概就去想当那种和尚嘛，然后出去就带一点点而已，这样几套衣服，几块钱。在路上走一走，就突然间碰到一位那个时候就是穆斯林修行者，看起来很像一位那个修行者一样，上佛教的和尚那种，穆斯林的国家，所以看起来像穆斯林一样 ，OK。然后他就跟着那个人一起走，因为刚好顺路嘛，看一个人这样走，他就两个，那这样就跟着一起走，这样没有说什么。过了一阵子以后，那个所谓的穆斯林和尚哈，就跟他说：“你是谁？然后到何方去？”他那个 Dina 就说：“我就是 Dino。”我开始要走这条路，因为我要找那个隐秀那个名士，也叫一位隐秀的名士。他一直说名士不是说在路边这样随便抓到了啊，平常我们听说名士就是在喜马拉雅山或是在那个什么隐秘的那个山洞里面修行，或是什么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就对了，人不会常常听到他看到他的哈，平常都这样的嘛，古代的人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子，就是现在因为我们比较有那个通知比较快哈，有电脑有 email 哈，所以我们抓到什么名字我们就可以通知整个世界这样子，比方说这样的，不过也不是那么容易啦，不是那么容易。现在有那个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哈，就比较简单了，如果找到什么名字就可以通知整个大家这样。回教的和尚就跟他说：“哦，我是某某了啊，我是某某和尚 El Fati 啊，我会跟你一起走，好吧？”一说他也要去找名字的就对，但没有这样说。不过他说我会跟你走，那个丁儿就问他。你能不能帮我找那位名士啊？那位那个银墙的名士。不过那个人他不是看起来不是说很热心要帮忙，就对他说：“哈，名士，那个就是在你里面嘛，大家都这样讲，你还不知道啊，在这边问问东问西，问这么多。”他好像比较不很高兴，被他问太多了，大概。如果一位名士传法给你的话，也是只能够传一点而已啊，然后你自己也要靠自己才能够完全找到那位那个内在的名士。OK， 没关系啦，他们这样子一起走，然后他们就到一个地方，都看到一棵树，那棵树一直摇摇来摇去这样子哈，有发出一些声音呢，咔咔咔咔那个，然后那位回教的和尚就跟他说：“哦，那棵树有跟我讲一些话。”那个 Dina 那个去找名士那个人就说：“啊，胡说嘛，树怎么会讲话？树怎么讲话？”
那位和尚，摩斯林和尚就说：“他说哈，有一些东西呀，在这边，一是盯着我很痛，就对了，让我很痛很痛啊。你们两位能不能停着一会，帮我把那些弄我阵痛那个拿出来，这样让我不要这么苦了，不要这么酸痛。”然后那个丽娜就是那个去找名师那个说：“哎呀，我现在很忙啊，没有空，不管他真的有没有讲话。” 那棵树真的有没有讲话？我没空啊，我们要走了，然后他就把那个和尚拉走了，两个一起走。然后走了好几公里以外，那位那个穆斯林和尚又在跟 Dina 说，记得 Dina 就是这个找名字的人 ，OK？ 和尚就说：“哦，刚才我们靠近那棵树的时候，我有闻到那些蜂蜜，呀。” 嗯，我有闻到，哈，他说也许有一些那个野生的那个蜂蜜，他闻到刚才闻到就是蜂蜜，现在他认为有一些蜜蜂在那里，哈，<笑><笑>他认为有一些蜜蜂在那边做一些窝了，一定有很多那个蜂蜜在那里，是不是？ 所以也许这样子，那些蜜蜂就窝在它那个身体那个洞里面，那个树的身洞里面，所以才让它比较酸痛，比较阵痛这样子，啊，后然后那个丽娜眼睛都很亮了，啊，真的吗？哇，如果这样子，我们赶快回去，<笑>担心，我们赶快回去，然后我们就可以把那些蜂蜜拿出来，啊。 然后我们就存在我们那个那些皮包里面哈，带出去卖，一定会有赚钱的，嗯，<笑>还有我们也可以吃，哈，以前不想帮忙人家，现在听说有蜂蜜就赶快回来 ，OK， 然后那个穆斯林和尚他是比较容易的人嘛，简单的，他说 OK， 你要这样子我们就回去吧，啊，我就跟着回去。 不过他们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很多那个别的那个旅行的人哈，路边的旅行人，然后在那边集合在一起，每个人都有很多蜂蜜在他们的手上，每个人都拿很多蜂蜜在他们的那个手上，在他们那个瓶里面，哇，高兴，大家都高兴说，哇，我们今天非常有运气，非常运气好。 刚好抓到那个最大的一个蜜蜂的窝，整个国家这边也可以吃一年吃不完的。因为那棵树很大，里面有一个洞很大，在里面营养在里面，蜜蜂就躲在里面做窝，没有人知道。所以刚才那个和尚有说过，不过那个丁娜他就不耐烦就把他拉走了嘛，所以走好几个。 公里以后，他才继续做第二句。<笑>这个和尚真的是很神话哈、啊！如果他在那边早一点讲，那个丽娜一定会在留这边啊。不过当然是考验嘛，他不会就便宜卖给那个丽娜嘛，有没有？嗯 ，OK， 他意思说啊，我们有时候在路上，我们认为我们要去找东西，不过东西有时候在眼前，啊。 然后我们为了忙碌啊，就跑到别的地方去，错过那个机会哈、啊，错过那个我们要找那个东西。然后他们说那些得到那个蜂蜜的，就很高兴，就说啊，我们本来是很贫穷的那些农户、啊，现在我们就变成那个很富有的那个商人了、啊，哇，这么多蜂蜜的，蜜蜂的。 蜂蜜的啊、哦，那么多，<笑>这样也好让你们笑一下，也笑话嘛。<笑>
高兴快乐就好了。嗯，哦，然后丽娜当然是很那个，非常懊恼了啊，惭愧、忏悔、忏悔自己的笨蛋的那种态度。Oh my God！ 他坐在那边跟一个人一样耶。哇哦！你看他坐那边跟一个人坐那边一样。哇！哇 ！My God！ 哇！看他那个样子跟人一样，从后面看好像一个人坐在那里，有肩膀什么的。没关系嘛，没关系嘛，自然就好。OK， 好，然后那个 Dina 跟那个法蒂，就是那个法师嘛，啊，那个离开了啊，没有蜂蜜，留在那边干什么嘛？啊，没有蜂蜜啊，已经都被拿走了。就不能再留了啊！走了走了，这样子 ，OK， 两个走，嗯。然后他们继续走下去，经过一个小山哈、啊，一小山的时候，他们就听到一种嗡嗡的声音，不过很近了、啊，很近，在那个山洞里面。然后那这个和尚哈、啊。穆斯林和尚就把他的耳朵把它放在那个地下哈，来听一下的啊，来听，然后就站起来在说：“哇，在我们下面哈，百千万亿的那个蚂蚁哈，他们在那边盖他们的房子。不过在那个蚂蚁的那个语言里面呢，他有跟我说，哦。”帮忙我们一下，哈！蚂蚁在那边说：“哦，你们在上面帮忙一下，因为我们在这边要挖洞哈，要盖城市，结果我们碰到一种比较很奇怪的一种石头，我们挖不动啊，挖不过去，帮一下忙，嗯，然后。”帮一下忙，让把这些石头帮我们搬走。对蚂蚁是很大，不过对人是不大。说帮我们忙把这些奇奇怪怪的石头搬走，让我们才能够盖我们那个城市，才能够冲过去。我们被卡在这边了。然后那个和尚就问那个 Dina， 那个找名师那个人，我们现在要留在这边帮助他们。搬石头，你还是那种赶路的急急的啊，你要走的啊。然后 Dina 就当然就说：“哎呀，石头跟那蚂蚁，我们根本无关，何必还留在这边听他们讲话？而且从来没听过蚂蚁可以讲话的呢，你怎么一直编故事？”OK， 然后那个，他就说：“我现在很忙的去找我的名师啊，没有空跟蚂蚁什么那些石头，那个管了、啊，啊啊。”然后那位那个穆斯林和尚就说 ：“OK 啊，随你便呢、啊，哈、啊，我们走。不过我告诉你，在那个经典里面都有讲哈、啊，那我们那个万物都同一体的，啊，都有。”沟通的某些地方了，也许这些跟我们有关呢。因为刚才那个人他说啊，跟我们无关嘛。他说也许跟我们有关呢。然后那个 Dina 他根本不管了，他把他拉走就对了，他不听了，不听。所以两个一起跟着走。然后到一个旅馆哈。走几个公里以后，找到一个旅馆，他们要过夜才能够明天继续做。
结果那个丁娜那个要找名字那个徒弟哈，还没有师傅那个徒弟，他发现得到他那个刀子哈，平常人家走路就带一个刀子嘛，防身，而且要借水果什么的刀子，说哦，我刀子不见了，也许丢在那个那个蚂蚁窝那个旁边那里啊，所以那个啊、明天早上他们还要不管多急哈，还是要回去那个蚂蚁窝那边再找他那个刀子。嗯，他们到那个蚂蚁窝的时候，他们也看到那个丽娜那个刀子，不过看到很多人在那一边，每个人都全身满满那个泥巴，不过坐在一棵树下的那个在那边休息，每个人旁边都有一对那个黄金啊。然后当然丽娜就问他们怎么样，当然他们就说啊，这些啊就是那个隐藏起来的黄金，我们刚挖出来的。嗯，我们刚在路边走路而已，就有一位那个啊穆斯林和尚啊，他从哪里来不知道，就跟我们说来来来，你那个哈，你们把挖下去，一定有黄金隐藏在下面的，然后回去就可以当富有人了。所以我们这挖出来，然后真的也拿到一些黄金了啊！有一些人认为这个是石头的，不过是真的黄金的。哦，那个时候丁娜就快打自己了，他就说 ：“Oh my God！如果我们刚才停留的话，我们两个哈一定会变成富翁了，亿万富翁了，怎么会这么？”怎么不没有运气呢？在那边骂自己，嗯，然后突然间呢，那个队人里面有一个就认识就那位那个跟着丁娜那个和尚，就说：“哎，这个好像昨天跟我们讲那个黄金那个要挖出来黄金那个和尚呢。”不过那个法蒂那个和尚就讲过去，他说：“哎呀。”每个和尚都看起来差不多了，每一位那个穆斯林和尚看起来差不多，然后他们就一起就再走了。丽娜跟那个和尚继续走他的路。有一天，他们到达一个很漂亮的那个河边。就在那边休息一下，因为他们在那边等那个船呢、啊，要带他们过来过去那个，嗯。突然间，那个和尚又跟那个丽娜说：“哦，这条鱼呀、啊，他在那边喊救命啊，啊。”然后丽娜就说：“你要来了。”他要讲一些什么了啊？他根本还不相信呢、啊，啊，那个。穆斯林和尚就说：“他说哈，哦，拜托拜托，两位那个过路者哈、啊，我有吞到一块石头啊，比较重啊，哈、啊，那你帮忙我一下哈、啊，你把我抓出来，给我一些那个药料啊，嗯，他会讲某某药料给我吃一下，这样我才把那个石头吐出来。”然后我自己身体会舒服多了，拜托拜托，有爱心，拜托有爱心，他这样讲。那个时候，那个船又马上就到了啊。然后那个丽娜她很不耐烦嘛，他就把那个和尚啊推上船了，赶快要走这样，嗯，没耐心了，把他推上去。然后那个丽娜马上给那个船人呢、很多钱呢、啊，一说超过他要求哦，所以那个船人很喜欢了，马上就开船了走了，嗯。然后过来另外一个彼岸嘛，河岸哈，到河岸就他们就下去跑到一个茶馆那边，两个休息，因为
那边那个茶馆就是有一个好心的人盖出来的，嗯，早上他们两个在那边喝茶，嗯，就那个船人又再过来了，有看到一个船人过来，他就说，哇，昨天晚上啊，就是我是最有运气的一个晚上，啊，大概你们两位哈，把那个运气带给我是怎么样？看和尚嘛，穆斯林和尚啊，大概你们给我运气的，我带你们走了以后哈，我就有运气很大了，所以他来就把那个和尚那个手啊敬一下，这样谢谢他这样子，嗯。然后那个和尚就说，你值得了，你值得了，他也知道了，他就讲你值得，你值得这样。然后那个 Dina 坐在那边不晓得他们两个讲一些什么。不过现在这个船人呢，他说他不再坐船了，因为他现在变很富有了。为什么呢？嗯，他说他本来要回家了，你这个时候是要回家。不过因为他看到那两位那个嘛，一个和尚一个灯啊，在那个河岸那边，所以他才过去接他们过来。因为他看到他们两个是比较贫穷了，不过他是好心了，不是说为了钱而已。他认为那两个如果他不过去那边，他们就站在河岸那边啊，中冷中雨什么都没办法。啊，晚上没办法安静了，安全睡觉，所以他为了好心，就特别多过去那边接他们过来，他就这样讲，昨天晚上是这样子了，因为他认为帮助别人就是好的事情嘛，他不是也不是完全为了钱，因为他看起来他们两个好像很贫穷，也许不怎么有钱，就是要想帮他们忙而已，所以他过去带他们过去，啊，然后。他哈，突然本来想把他的船哈绑起来哈，结果他看到一只鱼呀，自己跳在那个河岸上面，一摇一类潮在那个河岸，就是想办法摇的吞下去。所以那个船的人又可怜他，又把那个爬潮啊，把他。放在那个鱼的那个口里面给它方便吞下去，它吞下去以后它就吐出来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金刚啊，百分之百的那个瓶子的第一流的瓶子，很大很大的，嗯，他说这个是非常漂亮非常亮又不可思议的价格，从来没有一个那么大过的啊。OK， 然后现在那个 Dina 就在那边骂那个，骂那个和尚说：“你呀、啊，你是鬼，You are the devil， 你是鬼，你不是人，你都知道啊，知道三个那个。”宝贝的那个宝藏啊，这么好的东西你都不跟我讲清楚，你都不解释给我听，你那边很生气，嗯，那个是所谓的那个同伴的人吗？哈哈，同伴的人怎么那么恶心你啊？我这边骂了一大堆，嗯，本来啊本来啊，我本来也许没有运气那么好，不过没有你，最少我不会知道这些事情，不会这么痛苦。都是你，我现在活不下去。哇，好生气，好生气。如果我不知道还好呢，知道又得不到呢，哇，你不是人你。他骂他以后哈，他马上就觉得突然间有一种力量哈，把他那个灵魂把他扶起来，
然后他觉得所有他刚才骂那个和尚都是完全相反的，说不对的，对，他讲都不对的，所以他突然间开悟嘛，啊，原来这个和尚啊，他的名字是叫那个，嗯，像那个像佛一样那种 ，OK， 嗯，然后这个和尚就把。摸摸他肩膀一下，这样摸摸那个Lina那个肩膀一下，然后他就笑笑了，啊，跟我这个样子笑笑，他对Lina笑笑那样，摸摸他笑笑，他就跟他说：“嘿，你现在知道我们可以从那个体验学习嘛？啊，错误也可以给我们学习的啊，没有关系的啊。”我是这个，所谓的那个隐藏的名词的那个工具，那叫秘密的名词的工具。他现在介绍他自己了，那个和尚。啊，那个丽娜那个时候投弟弟的嘛，啊，已经知道了就投弟弟，在他看上去的时候，那个和尚已经。跟别的那个过路的离心的人跟着在一起走了，然后他们在那边又讲乱七八糟什么的，嗯，没有什么意思的，也跟他们一起谈那些生活常识什么的，好像没事了，还讲普通的事情啊，今天下雨，明天太阳什么的那些的 ，OK， 嗯，啊，这个故事真的不可思议哈，嗯，懂了哈。嗯，那个那位活佛哈，嗯，找到佛也找不到哈，嗯，这样还在那边骂他哈，呵呵，不过骂他是骂了，不过他没有生气啊，他还要让他开悟呢，啊，嗯，他知道世界都是相反的，啊，都是 upside down 啊，所以他讲什么都不对，他骂那个和尚真的不对，呵呵 ，OK， 我们听起来是蛮熟悉哈。是很面熟哈，这故事面熟，和尚也面熟哈，啊，那个丽娜也面熟，是不是？他是谁呀？啊？丽娜是我们，当然是我们。那和尚是谁呢？你就是他。对啦，就是那么容易找到名字，不过认识不认识是我们的嘛，啊？有时候在他眼前我们认识不认识呢，那我就到处去爬山过河找他，是不是，嗯，然后找他 OK， 也许找得到了，不管容易不容易 OK， 找得到，找到以后他讲的不听，呵呵，叫什么都不做啊，然后错过很多机会，懂吗？不过既然这样子他还是继续指导我们呢，啊，像没事一样，不过我们超过很多机会了，就浪费很多时间嘛，懂不懂？不是说他在意，不是要怪我们什么，就是浪费太多时间，可惜啊。还有超过很多宝贵的机会，啊，故事是意思是这样，是不是？嗯，都有懂哈？懂。嗯，不用解释那么多哈。不用，不用解释。不用了，哇，他好聪明啊！有没有人需要解释？没有啊。OK， 本来今天不是你们的天，就是我看你们这么那么诚心，再过来一次 ，OK， 嗯，对啦，三天而已啊，是不是？OK， 因为有一些人嘛，三四次才能见到嘛，哈，嗯，可怜啊。我们今天是八号。发红，OK， 好，那你们继续打坐嘿 ，OK， 嗯嗯，要找宝藏哈，蜂蜜哈，如果找不到蜂蜜，最少也可以找到啊黄金啊，然后等一下找到金刚啊 ，OK， 嗯，蜂蜜就是什么？蜂蜜就是像那个我们。第一、第二期那个有没有？啊啊，我是第三期的嘛 ，OK。
然后啊，黄金呢？第四。好像第哎对了第四，然后金刚呢？第五界，金刚不坏嘛，意思是这样，还是那个世界是不会不坏的哈、啊？全部都错过了，哎呀。那个老师叫他如果听的话他一定会得到那么高寡位的结果呢一直听的我只一天到晚急的要找名师那为什么说影响在一棵树里面就是像名师在我们在内嘛啊，了解吗在棵树里面、啊、蜜蜂影响在那边做窝、啊、有蜂蜜就是跟我们一样、啊、我们的名师在内所以多打坐哈都听从那个那边的名师指导，就可以很快就得到高果位了啊！他还超过呵呵，后来又给他更好了，也不行。他应该得到那个高果位，每次都错过，然后就突然间都开悟一点点的，还好总比没有好啊！然后从那边开始了啊，从那边开始。不是说名师不肯帮我们忙到那个最高的境界，就是我们自己不肯跟着嘛，不肯听啊。看到他跟看到凡夫普通人一样，没什么样。所以他讲的说他胡说，啰嗦啰嗦，等一下拿不到还在那边骂他。啊，徒弟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这样，有时候又不听话，又我执很高，又作乖。那个老师都有都有、嗯、错怪老师有时候又嫉妒老师认为我他看起来跟我一样还不会比我漂亮好看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他哦为什么没人喜欢哦啊嫉妒懂不懂修行不够等级不好就有嫉妒心这样子不知道代价了、嗯、比方说一位老师得到很多人崇拜或是喜欢或是爱戴不是说这样这么容易啦他不知道代价才在那边嫉妒了解哈加减啦、啊、要付多少的不是钱的问题我意思说代价很高啦自己做不到在那边嫉妒真不好意思比方说这样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找名师的话要诚心、啊、要往内找、啊、不可能看外表不可能依靠我们的外表也不可能看那个所谓的名师的外表他不是那个嘛、啊、我们也不是这个嘛了解哈OK Thank you, Master. We are living tomorrow. Yeah, have a good trip. Thank you. 一路顺风。谢谢。以后再见。以后再见。忽然不见就被你见那一边了。那个金刚那个地方。Not here, and here, and here, or here.